上个月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长在一个树干上面。这是一棵神秘果树，然后我把它修剪了一下，结果在修剪完了之后，就突然看到这个。在网络上面呢，有人说它是在佛教经典当中呢，相传是非常神秘的一个花朵啊，哈，叫做优昙婆罗花。好，但是呢，网络上也有更多人说它只不过是草蛉虫的虫卵而已。好，那这两边呢，其实他们都有各自提出了看起来似乎是很具体的一些论证。好，什么是优昙婆罗花呢？它是在宗教的信仰当中呢，非常罕见的一种花朵。好，3000年才开一次。优昙婆罗这个词呢，是来自梵文。好，它在佛教的经典当中预示，好像有这个花出现哦，就是有圣人降生了。但是重点是，关于这个花的形态呀、特征啊，它其实并没有详细的描述，所以有可能啊，它并不是有实体的植物，啊，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因为一些媒体的报道啊，那人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比较罕见跟特殊的现象去跟自然现象做连接，好，所以这些啊，其实都是有待考证的。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了哈，我不是昆虫学家，不是什么植物学家，更不是什么宗教家，所以其实我也不懂。好，那这个影片呢，就是只是作为一个我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好来做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报告的影片吧。在过程当中呢，我也收集了很多资料，好，我把它做成了花朵跟虫的一个差异的比较，好，那这个细节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好，那我把它拍完之后呢，那我们就实际的下去做测试，好，看看它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好，来看看吧。你在拍哦？对啊，哎呀，用那个放大镜，可是用那个手机拍啊，它一直没办法聚焦。哪里？这里啊，你不要碰啊！看一下。可是还没开啊？啊？还没开啊？有啊，你哪仔细有？看有开啊，没有。就像一个钟一样啊。你这样还没有，它还没打开。有一个钟一样。哦，有没有？可是它还没开花，它现在只有降，但它没有降，它会降。你又知道？我查过了你啦，好像专家一样讲我的。查过了。你查过，我也查过啊，谁知道这是，搞不好是虫啊。你又说它丑，就是，这是没有人可以断定的啊。昨天我把那个花搓揉碾压之后，结果证明它真的不容易掉。好，而且呢，我刚去看呢，哇，超夸张的！我昨天不是揉，碾压了最后的那两朵嘛，我把它编号好了，一号、二号、三号，从最前面到一号、二号，到都有10号。我昨天是针对了9号跟10号下手，结果但是8号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遭到波及吧，所以它也那个。花朵也掉也阵亡了，但是我可能是无意的了。好，所以呢，昨天呢是八号、九号、10号，它的花朵呢都有捏掉了，但是那个根啊，真的还蛮夸张的。今天早上我看的时候，3个8号、九号、10号全部都立着，全部好像昨天有倒下去，但是全部都立起来了，哇，超夸张。好，那今天我要再来做第二个实验，就是呢。网络上有人说，如果是花的话，把它捏扁、压扁，它会回复哦。真的吗？我想赶快来实验看看。好，我今天要对第7号下手，来看看。实验品已经不多了。好，捏超用力的，可以看到超用力，松开。经过了
将近一个月的观察，哈，那确实是有几项啦，哈，是符合所谓的优昙婆罗花的描述。好，那我觉得花边虫它的争议主要就是那几点了，哈，就是颜色、中空还有牢固性。好，所以呢，为了彻底的找出答案，好，那我就联络了苗栗农业改良场的实验室的人员，好，结果很顺利哦，获得了非常肯定的答复，那就是刚刚说的那几点也都是草林虫卵的特性。好 ，OK， 我已经查完了，我确定那个应该就是虫而已啊，虫卵呐。好，虽然呢有一点点的小失望，可是呢，想想就算它是花又如何呢？啊，那个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神吗？神在这里呀、啊，在这里。好，你也是，大家都是。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重要信仰的话，神在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啊，我觉得去往你的内心，哦，去寻找，倾听你的内在的声音，你的直觉，那才是比较实际、比较重要的。哦，我是没有特别的，宗教信某个宗教的信仰的哈，但是我深信，啊、哦，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有灵界存在，是有神的，一些，这个声音好大。这样听得到吗？刚没有去带那个麦克风。OK，Anyway， 好，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好，搞到左右邻舍哦都有，那只是它很小，不容易发现而已。好 ，OK， 那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虫卵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鲜绿色的，好，然后会转为暗褐色。等到幼虫孵化之后呢就会变成白色。好，所以只要看到白色的好，就表示那个幼虫已经孵出来了。好，幼虫走了哦，所以那里面就空了。好，那这个白色的空壳呢它会存在一段时间。好，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呢，那日晒雨淋啊、是很脆弱哦，可能没有几天，十几二十天一个月不一定。好，要看环境，那就会消灭掉。但如果四周的环境很好，有遮蔽的话呢，就能存在很久。好，不过最后还是会被微生物给自然分解掉啦。好，好，现在真相大白了。好，就是虫而已。好，那因为草林的种类很多哦，台湾就有200多种。好，那全世界有3000种。那你说这么多的种类，它们各自有一些特征，有点差异啊、哦，这是很自然的。好，不过主张是花的人呢，他们有提到几点，好像是香味啦，好、哦、七彩的光啦，好、哦，那当然这几点以现在的科学来讲呢，是还没有办法证明的，好、哦，还没有办法解释啦，好、哦，不过其实科学不能够解释的也不代表就不存在啦。好，好，这是题外话。好，我们回到主题。我觉得很棒的是刚好可以用这个机会来认识草林。好，你可能还不知道草林对人类农业呢真的是有很大的贡献。好，如果你喜欢植栽的话，那真的应该要来认识一下它。好，因为它可以帮上你很大的忙啊。不过这个虫呢，我觉得它是人类世界社会地位最高的虫。真的，因为它受到很多人的敬仰跟崇拜。好，就纯欣赏就好了。Fly away, now you got me dreaming.
is not about where we are today. The future holds a meaning. We got a plan to the light.